同时，普罗比呢，大家推动经济啊，认为该概念较少，都认为系生态界一个重要嘅蔬菜。其上嘅复兴社区呢，最近是同推动林管处来合作，透过三期嘅水田生态调查同生态保育的工作，希望复兴社区咪是变做离山穷人嘅之间。各式方面都控制上菜，最近呢，三季是海里老强的一条，正规一些看到的野生动物，带啲海岸山脉生脚下居民都想唔到。两年来，福建山区居民啲海岸山脉做动植物调查，才发现原来整条顺川的生态很丰富。海岸上面的昆虫有哪些？海岸上面动植物哪些？居然找不到。我们很多文献都是属于中央山脉的。这一代应该是有责任，要把这种记录留下来。既然复兴山区要进步，老推动林管处合作，要做田区的生态调查，推动离山创业，叫他参加爱山的保育工作。生产力的地景，像是农田、稻田，或是你在生产什么东西，其实这里面要怎么去改善，你生活里面要怎么去改善，跟动物大家一起共同生活在这边。推动林管处要强调。生态度的保育工作，像海洋的甘蔗用除草剂，也是露出的药。如果设计海洋的甘蔗露植的碟，都要由山区乡下传统，才做得真正做到离山创意。下个新闻陈启明，台东报道。